晚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我都话唔使我咁捻多啦，屌你啦，卖熊猫扒十个人食，屌你我实第一个食，屌你有所谓啊？好神奇喎！我觉得好捻劲啊，真系今日下，真唔系瞓觉前下咗都得。由此我一饮完呢杯嘢咧，我做成集节目冇咳过咁滞，一两下咯。嗱，我哋快讲新闻，第三单新闻最重要嘅，第一单新闻。有冇大家唔知有冇上去睇片？十一長假期，大陸嘅景點真係屌你老母，係逼撚到啊！所以咧，你話如果我哋真係搞旅遊團啊，實質搞咩國慶啊，咩新年啊，老閪一定唔喺正日啊！譬如新年一定過咗新十五，即係你如果冇得搞，屌你幾個鐘就行唔到一步。係睇埋，屌你老母閪，見識下都好啊！哇！你去見識啦，我真係唔會啦！屌你，佢差唔多稍為有名嗰啲所謂旅遊景點都係咁喎，因為你始終點講都好，佢都係。即係過去二三十年去揾到啲錢啊嘛，咁你中國唔使好多人揾到錢嘅啫嘛，有一兩億人揾到錢你就大撚鑊噶啦嘛，係嘛？即係可以咁樣遊覽下嚇。咁啊嗱，根據報道咧，嗱北京青年報報道啊，十一假期前三日即係十月一至三號喺深圳大梅沙海濱公園，有30萬人湧入去，淨係一號至三號咧。有600单尋人，所以揾唔到人。細路仔咧130多单，因為有啲咧嗱就未必係失蹤拐帶，係走失咗啊。好啦，客户中心就話咧，有啲細路仔一邊玩耍，家長冇留意就跑去其他地方，又或者喺水入邊漂遠咗。落海嘅時候冇帶手機，冇辦法加人聯絡，佢冇跟進到後續發展，就究竟揾唔揾得翻？其實而家大陸咧，即係我又唔係一個咁富裕嘅國家，嗰啲咁樣嘅拐帶細路仔咧，即係唔好話 teenager 可能係攞佢啲器官啊，據講，都仲係時有所聞喎。我又唔知點解，所以你話人多地方就冇得去嘅。OK， 嗱呢個第一單，第二單咁啊，十月二號啦，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任志強個女啊，任心怡啊，就自信。即係寫一封公開信咧，俾我哋都唔係公開嘅。黨魁習近平就請求佢基於人道主義咧，就允許佢爸爸咧出國治療。對，嗱，知情人士話咧，公開信似乎都改變唔到任志強個處境。嗱，我哋睇啦，任志強衰乜嘢咧？叫衰多口，佢就並非係反黨嘅，不過就似乎就。即係唔係好滿意啊！習近平嘅嘅舉措啦，話佢係一個，我都唔知講唔講好，即係冇著衫嘅企圖做皇帝嘅小丑，即係講一啲類似咁嘅説話，就被判重判18年啊！咁其實咧喺嗰個你有啲人證實咗嘅，即係有啲記者揾咗佢哋個羣組入邊同任志強熟悉嘅幾位朋友。係證實咗任心怡個女呢一封信嗰個真偽嘅，咁嗰日係二號，今日係七號，五日啦。我哋要睇呢單嘢嘅，因為睇呢單嘢就係睇咩咧？對我嚟講就覺得睇究竟而家有冇啲變啦，話大雙眼觀咯喎。你問我，我都而家都覺得係有啲嘢嘅。如果唔係，以習近平嚟講，即使經濟再差，佢係咪可以咁狠咧？又加上 OK， 即係國慶節入邊啊，無端端班老鬼出曬嚟同佢一齊坐喎。好撚奇怪嘅喎，係咪應該正常嚟講？咪個佢嗰張台應該係坐翻即係嗰幾個常委啦。啲老鬼都會坐咧。過去都係咁嘅。OK， 咁我哋睇啦，睇下任志強如果會放到出嚟，因為而家佢個女話佢咩咧？前列腺啊，好有問題啊，每日夜晚要去10多次洗手間，飽受病痛折磨，無法正常休息，又有哮喘又成。我哋多次懇求都唔俾做手術治療，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啦。你唔俾出國，咪俾佢做手術治療咯。令佢哋心感痛苦 ，OK 絕望。任心怡話：我哥哥亦都因為爸爸嘅案件被牽連，遭重判9年。爸爸入獄以嚟咧，我哋一家從未有真正嘅團聚。疾病同埋重判決令到我哋家庭幾近破碎，接近家破人亡。嗱，其實佢都好大膽噶啦。咁我哋睇嘅睇咩咧？就看究竟
啊，即係去試睇睇個方向個風向啦。幫我就醫啦。係啦，即係如果幾個月後有幫我就醫咧，某程度咧都係有啲轉嘅。啊，咁但係如果我係阿習，因為佢承諾咗喺封信入邊寫埋嘅喎，如果你允許我爸爸出國治療咧，讓佢喺生命嘅最後時光能夠同家人團聚，得到應有嘅治療咧，佢係絕對唔會啊，即係唱衰國家嘅，即係講埋嘅咯喎。信唔信你啊？嗯，就係咯，大炮嚟咁呢個係嘛？好啦，嗱呢一單嘢要講啊，呢單嘢，呢單嘢係今日最重要嘅新聞。台中市一個林姓男子，好在台中啫，唔係李亞正。舊年認識咗佢讀小六個女嘅同班同學阿小善。哇！即係小善，當然呢個係化名啦。係兩人相差廿幾歲，竟然成為男女朋友。嗱，佢個女同佢小六只係十一二歲啦，廿幾年咁廿幾歲生得嘅，即係而家三十幾歲咯。OK， 林男仲送阿小善戒指、手機等等物品，甚至多次帶去摩鐵，摩鐵即係咩？即係地鐵啊。OK， 發生關係呢一段戀情被冇聽啊，哦摩鐵即係冇聽。OK， 這段戀情被老師察覺後。小善話：佢係我唯一嘅男朋友，我淨係同佢發生關係嘅咋。嗱，根據判決書指出，林男同女兒嘅同班同學阿小善，原來佢哋啊第一次見面，初次見面就一見鍾情啦。兩人喺舊年一月開始交往，到舊年嘅三月一日下晝，林男揸車去學校載阿小善。在沒有違反他意願的底下，屌咩冇啊！即係佢同意啦。兩個人竟然喺架車上面發生關係。到到舊年四月十一號上晝，林男咧就揸下車，車阿小善去 motel。嗱，老實講，而家我哋年紀大啦，我如果你話我四十幾歲嘅時候，四十零歲，我認識咗我女嘅同學，我女嘅同學係十幾廿歲嘅咧。都仲 OK， 我冇乜罪惡感嘅。如果佢唔係我女嘅同學，甚至乎直情係冇嘢啦，溝女啫嘛，係嘛？但係如果你話我四十幾歲，唔好講五十幾啦，而家我識到我女十一歲嘅同學，你會真係好啦，唔好話衰十一先。喂，你會覺得哇，屌你十一歲咁撚細個，我仲有我女嘅同學，係嘛？好啦。嗱，隔日中午，嗱呢啲叫食過翻尋味啦。嗱，隔日中午啫喎，四月十一號第一日啦，中午啊，林林又想壞壞，於是先車個女同馬小倩去 motel 附近，然後林林就話：咦，屋企未鎖門咯，就夠叫個女坐的士翻屋企，咁樣鎖門等佢。佢話：嗱。你坐的士翻去，我屋企冇鎖門啊！而家我車小倩翻屋企先，你坐的士翻去啦。咁樣好啦。等個女離開之後，佢再因為佢已經喺 motel 附近噶嘛，佢再同小倩去 motel 摩鐵發生關係。事後林男為咗方便同小倩聯絡啊，即係唔係下下屌你呼個女咩？佢仲買一支手機嗱，不過咁撚笨柒都有嘅，寄到學校警衛室。要求警衛室交部手機俾小善，但警衛人員覺得，咦，屌你老母，咁撚奇怪，有冇手機？叫個細靚妹就通知小善個班主任。起初班主任詢問下，小善都係沉默不語啦，沉默不語已經好撚大鑊噶啦。更加唔如果講冇話我有個 uncle 咧，話寄部手機俾我用咯，咁就冇嘢噶咯喎，但沉默不語喎，更加唔肯講明。老師追問底下就回答：我唔知啊，我玩字啦，咁梗係唔得啦，又唔肯配合驗傷同埋報警。跟住老師就進一步問：喂，林蘭個女即係呢一個小善個同學啊，就覺得咦，屌你老母唔諗對路喎、啊！佢即係林蘭個女梗係好天真噶嘛，冇啊，爸爸嗰日爸爸同我同阿小善咯，佢話。冇喎，
跟住我爸爸話屋企冇鎖門，我翻屋企鎖門咯。佢車小事翻屋企咯。而老細諗：屌你老母，啲馬佬唔係咁撚閪啊嘛。好啦，於是乎咧就通知小善屋企人。喺呢個時候，小善就唯有坦承咧係。原來佢真係同林南上床，佢話佢係我唯一嘅男朋友，我淨係有同佢發生關係嘅咋。OK， 好啦，台中高分院合議庭審案之後咧，認為林南明知小善同自己女同齡，其實我覺得台灣啲法律真係好撚閪。屌你咁嗰個問題唔係小善同你個女同齡啊，同佢個女同齡係小善唔。夠稱嘅，梗係唔撚同啦！即係台灣都係屌你中國人都冇得傾嘅。小善尚處於自潔且身心同埋人格發展中嘅重要階段，對於兩性關係咧仍然係懵懂嘅狀態，而你竟然為咗滿足自身嘅情慾同小善搏嘢，嚴重影響小善嘅身心發展。嗱，問題係一見鐘情喎。你男嘅見到條女，屌你死靚妹嘅，屌你咁細個，屌你咁兩粒孖豬咁撚過癮，都唔奇啊！你變態嘅，但係個女嘅見到個馬佬都 OK 喎。好啦，不過考量到林南態度良好，坦誠同小善發生關係，而且願意俾30萬台幣啦，當然小善達成和解，而且。仲好撚有誠意，一開波先俾10皮，即係20,000零蚊港紙。OK， 餘額20萬就由今年嘅9月25號，即係啱自己幾日前咧，分10期俾，即係期20萬，即係5,000零港紙。OK， 小善嘅家人表示同意對林南從輕發落，法官因此就減刑。呢間淫幼女罪。判佢2年6個月都有2年6個月啊！要錯可上訴。咁我覺得第一佢自願嘅嗰個女仔，又有賠錢，但係2年6個月係咪都少啲啊？我覺得呢啲4年都起碼啦，係嘛？3-4年，因為你保護婦孺啊嘛，係嘛？但係屌你老母嗱，呢個問題反而係你係佢家人，你收唔收啲錢？收都收，你唔收我白唔收，咪就係、是、個女又俾人屌撚咗啦！千祈唔好咁撚於，我就想話，屌你老母，我女咁樣俾你搞撚咗，屌你老母呢啲錢咪唔撚要啊！一毫錢都冇用你啊！屌你老母，喂，千祈唔好咁樣啊！屌你老母，老喺度收個錢先啦，冇咗啦，咁台灣喺呢方面就開放啲嘅。喂，老實講，你問我，屌你老母，先俾10皮，再可以咁樣減刑嘅，我唔屌俾啦，可以分期付款。但係你而家坐監，你去邊度揾咁多錢咧？ Okay？唉，我唔知啊，但係我希望大家真係留意一下啦。如果你自己屋企有個10歲、11、12歲嘅女仔咧，呢個真係好危險啊，真係非常危險啊！咁撚多變態佬，好，聽日再見，拜拜。